阿弥陀佛，大家好，这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242集的播出，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祈请正佛宗历代传承祖师的护佑，还有诸尊佛菩萨护法空行的放光加持。那个今天在我们的脸书有贴出一个贴文。就是有一位师姐参加我们的读书会，然后呢回去之后竟然梦到师尊在加持我们的读书会，哎呦，我也在他的梦里面。然后有一次共餐的时候，他就跟师尊报告了，然后我就跟师尊讲：“师尊，你看，你看，你有师尊，你有来加持我们的读书会，对不对？”师尊说点头哦，很高兴。然后我就把这个经过就写在我们今天脸书的贴文，然后问大家还有谁梦到师尊？哎，结果哇，好多同门哦，多达将近100个留言哦，这个留言还陆续在增加哦。啊，那所以根本传承的加持力实在是非常的殊胜，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节目一开始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师尊唱的，亲自唱的《阿弥陀佛》。等一下啊，先从开始，祈请根本传承阿弥陀佛，放光。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称号心咒，
练上的心中练习惯了。那同时把这个网路哈，今天现场的直播也同时做哈，同步的分享。还有分享到我们的粉丝团。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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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现在是师尊的声音。就是今天为大家播放的上师声上师声号念阿弥陀佛圣号及心咒，一直要念上师心咒大家晚安，这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242集的播出，祈请师尊还有说祖师虚空中诸尊的放光加持哦，跟大家报告上一集的贴文，丽莎娟说共餐应该让师尊很轻松的享用，跟弟子如像家人一样的团聚，不要太多那个什么问事啊，个人照相个人签名，你一个签很多人都要签，很多人照你一个人照相很多人都要照相，会让师尊很忙的哈、哦，那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包含啊。然后他这个 Lisa Jen 说他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醒哦，也很容易入梦，生活在日常间人间幻境，那也生活在梦幻之中哈、哦。好，俊雄说生病的时候很难修法，所以要把握时间哦。红凤说病夜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祈请根本传承上师加持，一定会有转机。慧仪说跟师尊吃饭已经很好了，也得到加持，不需要录影，要保这个师尊的那个智慧财产权，师尊的隐私权，大家也要顾哦。啊，以心说当病夜来的时候生病，第一个先听医生的治疗，第二个呢确定开刀或者要用到药物呢就顺其自然，再三呢也要祈求师尊的加持。 Amy Lotus 说要珍惜当下，每个当下都会成为过去啊。Julia Xue说活在当下，昨天已经过了，烦恼也没用，明天还没到，也不用未雨绸缪，只有把握今天，就是活在当下啊。莲景法师说无得亦无失啊。陈廷燕的诗，夜幕垂下灯火明，借问哪里好去处，遥指文集读书会，相约纷纷飞奔来听课，妙音法语藏虚空，永不消逝往路送，留言交流共学习，天天向上智慧增，是否文集普推广阳光遍照人世间，咕噜连声七滴吼。
还有甘风丽，那个上师勤劳来导读，祝佛弘法，朝飞翼，同门护持，共分享，交流心得，乐也融哦。虽然哦，我们的读书会也有人哦，不过那个是非常少数的哦，也有人会那个把它想到不好的地方去。不过呢，我们都是还是伸出双手来拥抱，拥抱众生就对了哈。甘风丽，念完了是不是？Melotus 说读书会也是开悟的缘起。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脸书同门的昨天脸书同门的留言，看看陈迪燕哦，陈迪燕又写来诗了：夕阳徐徐西下沉，明月冉冉空中挂，星光闪闪天上聚，还有虚空默默喜包容，这个境界都很美哈。夜风习习送梵音，文集翩翩真妙语。佛子静静来聆听，感恩谢谢好上师。大家，哎呦，哎，大家，哎，齐齐点个赞，开心满满不夜天。哦，古莲生西地后，感恩师佛，感恩上师。哦，你的诗写得很美哦。啊，那个刘国文哦 ，Michael Lee 林诗明啊，已经亮亮哦。哦，目前是第三天的假，一放假就好懒了。Colly 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哈。像 Jackie 新加坡的 Diamond 啊 ，Sim Xiao Huang 啊 ，Rusty D 陈文阳、罗丽华、Carol、Mike Lee 啊，Eja 哈、李爱玲、梅乌当啊、严秀叶、叶佩莹哦，还有很久没上来的吉隆坡丹蒂娜师姐，Julia Xue 啊 ，Sally Go Sally。寇嘿呀，胡小丽、Maggie Wong 啊，马一贝、Jean Ice 对不对啊？还有卓梦婷啊，马一贝、U Hosen 啊 ，City Go CK On， Geraldine Ho 好了哈，John Foggy 啊 ，Diamond 嘿，还有 Von Lee Karen Low、甘风丽啊 ，CK On 波瑞光啊 ，Ben Sandan 啊，苏德福一。Wen Jiu 哦，陈金顺、君龙、君龙倩哦，罗丽华、M J O、邱烈雪、苏德福啊、邱胜利啊、Lily So、Lily So 对不对？邱胜利、Jo Hong Sing 嘿、Eileen Jane 啊、洪春义、Jack Cole Cole 是不是？莲花雨哇，八九地王蟹，你的名字我就想到你的餐厅很好吃嘿，君雄嘿，还有张素珠。还有之前留言的同门，有的都没办法呈现，不过呢，都如果有漏掉，一样都跟大家问候哦。刘淑文、Jenny、许之清、Gan Yong Liu 啊、惠仪，哇，你到现在还在工作，明天看重播辛苦了哦。Lisa Lin 哦 ，Corinna Jung 啊 ，Yu Bo An， 瓜椒肉林诗明啊，曾银谷、徐雅芳、连静法师、林诗明、刘国文嘿。还有这个谁，那个 Jenny 啊 ，Diamond， 大家晚安，你们有没有看，我们的哈，这个什么 TBSN 官方网站、官方的脸书，今天贴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在5月5日，师尊呢，这个将会到。桃园法际雷藏寺主持开光加持，还有很特别的一个冠顶，就是变净天，对不对？维斯诺的冠顶哦，这个冠顶是非常难得，以前只有在西雅图传过，但是这次师尊大发慈悲哦，要在桃园法际雷藏寺的开光，它是下午3点哦，它的地址是在观音区的哦。所以有些社团呢还在什么凭证的那个，麻烦你这个改一下哈、哦。如果你们有旧的资料改一下，他那个庙的地方是在桃园的观音区，嘿嘿，但是呢有骗今天的法会，然后有骗今天的灌顶，当天呢也有谢师宴，然后是桃园那附近有三个道场合办的谢师宴，敬请大家参加啊！香梅哦，法际雷藏寺的消息有收到，不是已经对不对？纷纷啊、哦，你们看看你那个地址对不对啊、哦？要确认一下哈。Aiden Dan、Jolene 啊、哦，还有Queenie、刘家荣、关啾露啊、Galin 还有 Aiden Dan 哦 ，Low Gia 慧对不对 ？Lisa Lin 哦
楼江哦，楼江会练过了，哎，哇，上次叶吉祥、甲令、陈乔峰，哎，Queen 哈、哦，哎，Hugh Queen，好多名字。不过今天呢，我封锁了几个脸书，几个人的脸书，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是叉叉的，叉叉的同门，还有那个叉叉的同门，还有叉叉的那个分身啊，他们那个拥护者的分身哦、啊，居然在他们的脸书哦，在批评我们的读书会，批评新闻台。然后呢，我是不会骂回去，因为我也没空，是同门通报我才知道的。那我看到底下他们有几个比较那个，我觉得哦，就是大家隔开哦，各自弘扬各自的就好。你们去哦，想要乱讲话的自己就乱讲话。我们这边是讲师尊文集哦，所以呢，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注意到他那个他的部落格哦，居然敢很大胆的批评我们的师尊说法，嘿，我是。哦，是真的很没有礼貌啊，越来越没有礼貌哦。所以，不要看了、啊、他的网站，他的脸书不要看，而且呢，他的脸书跟网站一看呢，很多的黑气跟阴气。如果你觉得你阳气够旺的话，你就去看哦。我是建议你们不需要去看哈、哦。好，就是这样这个样子，也有卷哈、哦，谢春辉哦，就要谢，对，没错，法纪雷藏寺，如果你们。有收到旧的资料是凭证式的哦，凭证中立凭证的资料那是不对的哦，因为呢我看到有些社团他还没有改，嘿，哦，对哈、哦，那个观音区的上大理的哈、哦，啊、哦、去看玉宅哦，变净天，哎，2012年传的法对不对？仙具啊，还有 Relax Man As Man 哈、哦、，Jock Hong Sing， 哎 ，Jennifer Ken 啊、哦，谢春辉啊、哦，哇 ，Julie Shed 哦，就又把它贴出来哦，这。桃园法纪雷藏寺开光变净天是在5月5号下午，那就是接下来众派其实还有一些非常超级的，而且是师尊首传的法会，在师尊生日的时候将会隆重推出，到时候请看官方网站就知道了，绝对跌破你们的眼镜。啊，罗丽华那些来乱论断的不是修行人。行为对不对？啊，批评我们那个新闻台的，批评读书会的，哎，我觉得说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大家的原地哦，这样子批评不大好嘛哦。Lotus You 啊，谢春辉啊 ，Steam 修画是不是？修威力嘿，哇，大家一直上来，你看人家越批评我们人越多。嘿嘿嘿啊，谢春辉、连锦法师、Nicoline 啊、罗丽华，对不对？还有谁？宜兴，我正在烦恼的是早上。有很久以前叉叉的通讯的报纸，他之前把师尊的照片贴出来，我目前要很对不起师尊，我把他的报纸关、在窗外，内容太夸张不实、哦、不要去碰这个，对不对、哦、李义宽、没关系嘛，反正就我们是耐得住考验的，对不对？人家越骂我们越我们越兴旺，而且呢我们读书会的很多同门、今天你们去看、哦、今天我们贴文的我们那脸书好多同盟都梦见过师尊，都得到师尊。哎，喂喂喂，刚刚有人、哦、把那个我们在读书会直播的时候，直接用 Messenger 打过来。嘿嘿哦，请这个同盟不要这样子。哎，哇，那个灯变得比较暗、哦、我看看能不能把它调一下，调亮一点。哎，哦、等一下，哎，这个拿要拿好，不然会断线。哎嘿。哦、要调亮一点的，哎，等一下哦，吼，所以我们直播的时候，请同门注意哈、哦，不要去不要去弄我们的，嘿，谢谢。好、哦，有一次去调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也会断线，还好不会太暗，不是因为我要把里面哈、哦、直播的时候里面有个灯，我刚刚。因为按不到，现在把它打亮了，现在又亮了，要回到刚刚的光明的，哈哈、哦、现在有画面了吗？对不对？有看到了吧？哈、哦，谢雅芳，还有谢春辉、马娟妈、张雅竹、李佩桦，嘿哈、哦，还好了哈、哦，还有谁？哦，哇，看到大收音，哦，陈思，嘿，
哦，所以我们在正在直播的时候，就请同门，哎，你不要乱打电话过来。嘿嘿哇，小芬师姐啊、哦，美月、林登登、新修化啊、哦、林世珍，哎，那个是不是莲英法师的妈妈？你好，林妈妈你好。嘿嘿苏子晴啊、哦，马杰尼玛啊 ，Ken Lee 哈、哦，肖威利对不对呀、啊？还有 Lotus You 哎，对哦。还有哦，有美美哈、哦，陈燕，日本的那个陈燕师姐，对不对 ？Winho Wong 哈、哦，娟娘看到了不会很暗，对不对？哎，啊，您是真师姐，如果你是哎那个哎莲英法师的妈妈，哎，你儿子很乖，很上进，很精进，哎，做得很好，哎，给他按赞鼓励，哎，欢迎全家都来看我们的读书会哦。现场还有萧财富，还有张妙柔、刘淑文。我、哦、喜欢我们的笑声，嘿嘿嘿啊 ，Yuki Joe， 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虚空无变异，虚空无变异的一篇文章叫做《飞机逢乱流》。哎，他讲的时候呢，今天晚上哈、哦，那个新加坡雷藏寺的弟子也有共餐朝圣，然后他们呢演了一个小品的短剧，演得很好哦，他就演说那个。啊，在介绍《虚空无变异》这本书，然后最后问说，那个佛性到底是变还是不变？结果呢，哦，大家都讲说会变，有人说佛性不变，然后最后呢，主持人请师尊，请师尊讲答案，结果师尊呢接了麦克风，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佛性是变吗？是不变吗？哎，如果。是变的话，对不对？那他可以把我们的贪嗔痴转为戒定慧是变嘛？可是佛性又根本就是如如不动，又是不变嘛？那到底是变还是不变？结果呢？主持人请问师尊，师尊就讲我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师尊连佛性两个字都没有，呵呵都超越了。哎，那个甘风丽哦，那个人的那个脸书不用再去写了，因为免得同门。又进到他那个脸书哈、哦，那个我知道，我特别把那个删除了，嘿，就不用再讲了。我特别把你那个，你看看，等一下可不可以把那个人的脸书的留言删除，嘿，我不希望同门去看，因为呢，叉叉同门的脸书里面，我告诉你很多鬼，你们若不怕鬼，你就继续看。嘿嘿我这样子讲你就明白了，哦、不要去，嘿，好 ，Judy Dan 还有 Karen Liu 哈、哦。还有刘辉冠哦，苏子晴哎，还有 Sammy Monboy 哈、哦，陈思、吴秀吉、Yuki Joe 哦，刘淑文、张妙柔，好，好，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飞机逢乱流哈、哦，在2017年，就是去年师尊一个很接近的日子哦，就是去年师尊呢，从美国西雅图哔就坐飞机来我们台湾之前。经过了日本北方的上空，突然乱流，这个乱流呢，飞机上下震动，左右震动，然后一下偏左，一下偏右，哦、转哇转转转，然后呢，师尊说了，这个摆荡的力量相当的大，让师尊的身体感觉五脏六腑、肚肠全部都摇摆啦，然后呢，感觉那个飞机。机舱下面行李互相的推挤哈的声音撞来撞去，这是平生的第一次感受到乱流的厉害，而且长达多久？一个小时，听了我觉得好可怕、啊，好恐怖！哎，你们有没有坐那个 rolling coaster 云霄飞车？有没有？啾，然后从很高的地方噗下来，现在还有那个让你呐喊的哦，那个哎，该升高升啊，哇，升得很高很高。砰！这样子突然下来的那个大冒险还是什么，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做过那种游戏？有没有做过过山车？哦，现在还在做那种游戏的有吗？有的举手，你会不会怕？我告诉你，我是会很怕。有一次哦，去国外嘛，那个同门。哎，就说哎，上次这个很好玩去做，我说你会不会那个很危险？不会不会，好好玩，好刺激。我想说，哎，啊，那个旁边有水嘛，应该就是，哎，一个好像过山车，但是，旁边有水，应该不会落差很大，就一进去上当了，里面砰砰砰，哇，哇，那个后面的头们吓到叽叽叫，啊，然后呢，啊，我就说好了。
放空放空啊，然后呢，在我们最高的地方哦，要落下的时候，我在想放空的时候啊，被拍照，对不对？他最后一张会拍照，拍到每个人吓得脸都很恐怖的样子。哦，所以你说那个飞机遇到乱流，你说恐不恐怖？而且是一个小时哎，一个小时。我们看头门的留言，谢成荣哈 ，Queenie。在飞机上遇到几次，怕到没肉去了。文英妹啊 ，Annie 啊，李佩桦、吴丽清啊，以心小时候敢坐云霄飞车，现在不大敢哦，现在心脏不大强。Kenny 啊，还有张丽兰、钟宇杰哈啊，王国慧还有 Yoga Lo 嘿啊，还有这个哦那个。那个 B， 我们跟他指教过了，被大群早就封锁他。昨天他自己找连允上司辩论又输了哦，才这样。哎，我觉得那个都完全不要理会，而且那个你知道吗？那个脸书是走电的，哎，所以，哎，其实那个上了鬼的脸书还是会有鬼，你们要小心。这个是不会有人讲出来，只有我会讲出来让你知道的。Sano 你好 ，William 嘿，还有上次晚上好，弟子来了会留心哈、哦，好 ，Gan Jian 哈、哦，好 ，Lai Jo Diao 哎，咖喱嘿，有的人是不会影响，那就无所谓，也不要担心。有的人他那个完全都是绝缘体，但是如果是敏感体质的话，那一种跟叉叉有关的护持永护叉叉的那些。鬼脸书真的都不要去碰比较好，因为这个是敏感体质的同门会比较会受干扰、哦、还有巨蛋嘿好，那再来就是谁啊 ？Amy 不丢牛的陈永龙 ，Melodus 过山车游，想试试看心情哈、啊，心脏好不好，对不对？甘茉莉现在年纪大，不敢玩过山车啊。啊，那 Oi Lily 对不对 ？Lotus You 哦 ，Annie 还有阮宝珍、李培桦有玩过，在新加坡脸色苍白，谢奎琛对不对？吴丽清，我也不敢做，太胆小了。哦，要保护自己啊，李培桦哈 ，Diana Chan 哦，哎，你是不是怡君呢、啊？哈哈，哦，怡君师姐呢？啊、哦，黄以璇，好，那就是说，哦。师尊讲到这一篇文章，飞机逢乱流，你就想到说你在玩过山车，对，那种很紧张的，何况是师尊是真实的遇到的，那个就不是游戏了，那个是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极恐怖的。师尊讲说，感觉五脏六腑、肠子、肚那个什么都要流出来啊，对不对？全部摇摆，很恐怖。然后呢，就有弟子问师尊：“师尊，飞机逢乱流，遇到乱流该怎么办？”哦，师尊讲：“管他东南西北，随风逐浪。”我师尊勇敢哦，他就是让他嘿随着他。所以师尊讲哈、哦，他说他每次坐飞机，对不对？他都观想他本尊阿弥陀佛注定嘿，然后他常常念佛号念。没有停的，他跟本尊是合一的，为什么都是随时随地、哦、要自主往生或者祈求阿弥陀佛接引的，所以呢在那个非常严厉摆荡的时刻呢，师尊就是说啊，管他东南西北，随风逐浪，随缘的。那弟子就问，如此算是镇定吗？他大概吓昏了。那师尊讲只能如此了，弟子问此时此刻如何用心、哦、人在怕的时候心会散乱，对不对？人在紧张压力的时候心也会很烦乱，嘿，那在心在乱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用心、哦、那师尊讲马上本尊注定，还是要本尊注定心朝西方进、哦，那个是不是心向着台湾雷藏寺的西方镜？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心向着阿弥陀佛、欸、所以人呢、哦，师尊常讲，每一场的修法，每一坛的修法，
当作是自己最后一坛修法。世尊曾经讲，他上了床都不一定能够下床，就是说我们人啊，每天睡觉上了床都不一定下床。你看看那个新闻，对不对？有人就是那个心肌梗塞睡觉，呼吸终止症停了，不用呼吸了，直接走了，对不对？那所以你说人命无常，甚至说那个以前有个大师睡觉在他的卧房写了一个死，生死的死，死这个字的师尊的卧房里面供着一尊神，叫做什么死神，就是告诉自己人命无常哈。纷纷罗童子温沙多，还有LTSKY 三豆阿伦，对不对？好 Queenie 过山车跟飞机是不可比拟的，一个是安全的，一个是随时没命的，没错。还有Cynthia Lee 当波动，都是英文名字 Rui Xuan Si 还有灰鸠过还有一轩Diana Julia 雪，真的是这种感觉。 Lotus Joe 一样思维啊，对啊，好，以心说的确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小港是不是高雄小港这附近前两天救护车跑来跑去，就廖雪说危机应变能力太差，吓都吓死了，脑袋空空，会来不及喊师尊救命。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吗，我在回去的路上有一台车差一点往我身上一撞，我那时候呢，我告诉你我真的喊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在紧急的时刻怎么样？我正在跟那个那个连宇上司啊在讲话嘛，一个车过来啊所以都很来不及准备了。所以师尊讲就算说他在晃得很大的时候，本尊注定心朝西方进，你的心朝向西方进，根本上是注定，对不对？师尊阿弥陀佛，师尊就是阿弥陀佛，师尊跟阿弥陀佛合一，在放光加持哈。好，罗童子问候，嘿，乖风风啊，当灰六，还有舅舅晃哈，这个谁其他的 Edwin Lin 对不对？傅诗玲、傅诗静啊，师姐刘淑文啊，最尊贵师尊是可以随遇而安，无家宝，所以我们跟师尊的心境实在是还是不如师尊，这个我投降。哎呀，弟子又问师尊，如师尊飞机遇到乱流，师尊你会不会心里恐怖对不对？为什么会心里一般人会有恐怖？因为呢想到自己的身因为身呢怎么样，因为这个有身体有肉身，怕痛怕分裂怕遇到灾难，那个心也会紧张所以身心是恐怖有身有这个心才会产生恐怖。弟子问师尊会不会恐怖，师尊呢讲大地坦然，江河坦然，意思是说师尊的心就像大地一样的平，就像江河一样的平，平坦很宽广就是这样子把生死都看透，这个就是要跟师尊学的。弟子就问师尊什么是坦然坦克车的坦自然的然，什么是坦然？师尊讲半路好抽身，这个路人生的路对不对？走你可能走到对不对五十，像我是五十，再来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师尊可以到100、120、130最好，对不对？那个还没有到这个寿终的时候，一半就先走了或者到中途就先走了，半路好抽身就抽走了就是说为什么坦然什么是坦然？半路好抽身，对不对？就是舍生命尽的，这个生命尽的。那弟子就问什么叫做半路好抽身，师尊讲虚空无变异就是这本书的书名虚空无变异。虽然生命对不对遇到无常先走了，可是佛性依然没有变，不会因为你抽走了你佛性就变了变走了，不会，虚空无变异所以呢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讲嘛，说那个弟子问佛性到底是有变异还是没有变异哦。他讲的也很好嘞，他就是题目就是说佛性如果有变的话，哈，有变化会变的话，哦，那他可以把我们的戒定慧吧，我们的贪嗔痴转为戒定慧，对不对？可以把我们的烦恼转化为菩提，对不对？把我们的习气转为智慧光明，所以佛性可以转，但是呢，佛性有一派讲佛性不转的，不管你遇到什么，对不对？一样是佛性不变，很久不变啊。那这两边在争来争去，这是一个话剧，然后最后就请问师尊公开答案。师尊讲我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佛性是什么？师尊连佛性两个字都不用，连执着佛性都不用。当然，来人的问题就还给发问的人，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的。哇，师尊讲的是非常的机锋哦，飞机的机，然后锋利的锋，非常的一针见血。好，所以呢，什么是半路好抽身？师尊讲虚空无变异也，还是一样佛性不变。弟子问，那师尊你有什么愿望呢？师尊现在是74岁，对不对？今天晚上啊，那个新加坡弟子说，提醒师尊来新加坡弘法，来新加坡放光哦，大家好，掌声如雷哇，一直提醒师尊。那师尊就问说，那上一次来新加坡是什么时候哦，对不对？那个去新加坡的一个很大的会议中心，对不对？禅定9次地法，哦，十轮金刚的禅定9次地法，那是几年前呢？你们还记得吗？当场的弟子讲，10年前，师尊说，哇，那么久了，10年前，他说师尊呢，刚回到台湾的时候，这个闭关，然后刚回到台湾，然后呢，好像办了这个台湾的护照。那护照呢一盖哦，就是10年了。师尊讲说，哇，拿了10年，这个拿了10年的护照哈，那时候是60岁吧哈，10年后大概就70岁啊。那后来又拿了一个护照，再盖10年，那这10年如果用完的话，就变80岁。师尊讲说，哇，10年非常的快，这个是今天晚上讲的。然后这个。后来师尊，我们送师尊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跟师尊讲，师尊你10年前还是20年前，师尊你为什么都没有变？为什么都没有变？一样很年轻。师尊讲，我告诉你，这不是巴结的话，是真实的哦。师尊好像年龄都一直停留在年轻的时候，你说对吗？我来看同门的留言，哇，丽珠、林发来，还有谁？黄以璇哦，每个礼拜六从竹北到南投，雷藏寺，你家的师兄会开车，对不对？哦，你坐在旁边就开始念高王经，回程也一样念，回家感觉心里很踏实哦。所以呢，念佛念咒是不变的哦。2008年才19岁，现在不小心长大了，听说有个笑话是哦，我一直很小心哦，很小心很小心，可是最后还是不小心长大，而且还长横的。最近听到一个笑话，你发来 Lisa Jan 啊，还有丽珠，黄雨璇对不对？陈默啊，洪凤，以心哦，在讲哪一年对不对？俊雄哦，2008年，12月13哦，你们自己去看哦。Erna Wong Yi Feng 哈，冰火旺郑元凤哈，那个李辉冠对不对？上吃乘搭乘飞机可以观想大鹏鸟展翅翅膀高飞，所以呢，那个师尊在5月5号在法际雷藏寺哦。他就是要传那个遍净天，遍净天呢，他就是骑着大鹏金翅鸟的，他也是坐飞机，只是坐那个大鹏金翅鸟会飞的哈，就要喂，对不对哈？那个鸠律师说，哇，坦然半路好众生，虚空无边际。陈乔峰，永莲对不对？谢春辉。啊，娟秀燕对对，梁俊腾哦，温怡妹有一次去台湾碰到乱流，有吓到过山车就真的不敢尝试了哦。
Kim NG Edwin Lin 啊，李明包，哎 ，Melody 说，一上飞机就有观想，飞机化为莲花，世尊注定，哎，对，哦，很棒哦 ，Emil 不定哦，对不对 ？Kim 哈，哦 ，Julia 是，哦，你上星期五撞车也是只来得及喊啊呵呵，应该没事吧？哈 ，Julia 是哈，应该没事吧？哎，哇，还有谁？哦 ，Lisa 居然在问候哈，你。林建宏啊、哦、，Happy Lee， 哇呵呵，你说上司越看越年轻，谢谢。哦，还有陈怡瑜 ，Melodus 世尊真帅气，杨怀道啊。好，那所以呢，弟子在问呢、啊，师尊有什么愿望啊？你想说师尊会有什么愿望呢？啊，他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哦。记者问师尊，你对正佛宗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愿景？师尊说没有，从来没有愿景，因为他是一个放空的人。但是呢，在这边师尊弟子问师尊有什么愿望，师尊讲大地为成诸佛，西天28祖，中土6祖，天下老树、哦、就是住宿的宿、哦、一起转大法轮，这个就是什么请佛住世，请转法轮，希望这个度众生。你看师尊一个很辛苦，多一些十方三世佛一起来转法轮，一起来转，让这世间更多的佛出世，更多的众生得到法益，这个是师尊的愿望。那弟子要问灰机逢乱流，卢师尊你念佛持咒吗？师尊说念啊。那为什么要持啊？持人回答：为什么不持？哦，当然要念嘛，要保持净念啊。那这个有时候师尊、哦、已经开悟的，你说哎，师尊开悟的，那、啊、为什么要念咒？为什么要礼拜？为什么要修法？为什么要做这些？对不对？已经开悟了啊，已经无修了嘛，对不对？其实师尊在示范给我们看，而且他比我们更精进，我们弟子实在是都不如他，他随时随地都是与佛合一的哦。哇，这个谁腰撞到受伤，就亮血哦，腰撞到受伤跟一些拉扯伤，没有什么大碍，谢谢哦。哦，那开车要平安哈、哦。多多念佛念咒 ，lift your hand 啊！依于呢 ，Jennifer 喂，这个今天晚上晚餐大家有见面对不对？终于知道是你了，Amy Lin 啊，还有丹江化哈 ，lift your hand 也看过，彭玉凤，东仲对不对？回悟哈、啊，还有林建宏，好。那么呢，这个弟子问，那你师尊你念佛持咒，那往什么地方去，对不对？你念佛持咒，你念到念到祈求什么，往什么地方去祈求？师尊讲不在海底便在虚空，表示师尊念佛生生生，对不对？啊，念佛阿弥陀，我们刚才唱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唵阿弥爹哇谢，有没有像师尊念得那么深，念到佛的心坎去，念到佛的心里去？哦，佛的眼睛呢？阿弥陀佛，他赞记嘛，哦，对不对？那个甘露澄清四大海，哎，阿弥陀佛的眼睛就是四大东西南北四大方的那个海水一样的堪澜湛蓝。阿弥陀佛的心是无量的虚空，无量的宇宙。师尊在念佛是念到很深啊，所以不在海底便在虚空，那只是一种形容词，念佛深深深啊。那弟子问，那你不觉得名誉受损吗？万一坐飞机啊遇到事情，对不对？空难啊，哪一个名人坐飞机遇到什么灾难，会不会就那个名声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哦，可能是这样吧。啊，弟子就问，那您不觉得名誉受损吗？师尊回答更妙，君自行东，我向西。哈、哦，这个慧君上师的君，哈、哦，慧君上师的君哦，君自行东，嘿，然后呢，我向西哦，两个不同方向啊。慧君走东边，那师尊走西边。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那这个名誉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什么意思？
毫无干涉，这就明白了吗？对不对？没有牵连，毫无干涉，这是这回答，回答的很妙，对不对？废话John Justin 啊，Justin Ri 啊，亚John哈，啊，李辉冠哈，好，愿同门吉祥，逢凶化吉呀、啊。要怎么样才能够念佛念到心里去呢？要怎么念佛？你能不能观？哦，你能不能观想？你能不能仔细听？对不对？用你的意，你能够专心到意吗？或者你能够用耳朵听自己的咒音吗？哎，先用专一，从专一开始。哦，好，师尊慈悲，为怀不舍的众生，呀，有见哈。所以寄语哈、哦，就是说给圣弟子哈、哦，师尊是不在乎、不执着名誉哈、哦，我无名誉，病得死去活来。病得痛得东倒西歪，挨八教母尚且无畏啊，好、哦，甚至说，哎，他曾经生病了，他都不怕哦，病到很重他也不怕，哪怕是一刹那分身解体，一切都不见，不是很痛快吗？哎，师尊连生病都不怕，何况是突然的意外都不怕，所以师尊呢，他告诉我们是大地坦然哈、哦，江河坦然。念佛持咒，哎，那很深很深的，哎，好，最后是对名誉都毫无干涉的，这个就是这一篇虚空无边意。好，那再跟大家介绍师尊的诗，哇，这个诗也是不容易读的哦，哎，跟大家念一次，叫《光明的相应》啊，光明嘛，佛光啊，光明。想知道什么样叫做与佛光相应呢？我们来念哦，日月等闲容易过，就是那种白天呢、啊，就是每天的岁岁月月、日日年年呢、啊，对不对？很容易去这个度过这个日子啊。日月等闲容易过，盼望勿虚掷光阴，祝你一步一步的拾落，就是落实的相反的那个两个字倒过来啊、哦，一步一步的拾落，啊、哦，就是落实的意思。管他人匪长流短的言语，不理会，心也不漂泊，走过那平沙漠漠，就是那光明与光明的相融，成就于一。坐上你我双双的宝座，路要自己走，入完空，活着岂不是白费、白痴？无所求，岂不是变成石头？行者的人生观，不是什么事都不去做，神圣的路也要靠自己走，好，这首诗是不是几句听得懂？几句好像，哎，好像要想一下，对不对？哈，是这个诗的名字叫做《光明的相应》，日月等闲容易过，就是说一天过一天，很容易就是这个一分一秒，对不对？昨天才晚上，哦，昨天晚上，哎，我们唱什么歌啊？哦。关岛的浪涛，对不对？那前天，大前天，反正不管哪一天呐、啊，都是在读书会啊，除非是那个周六或者大法会，对不对？哇，日子过得很快呀、啊，哈、哦！日月等闲容易过，盼望勿虚掷光阴，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呐、啊，不要浪费光阴啊！祝你一步一步的落实啊，是在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落实。好、哦，管他人肥肠，好、哦、肥肠流短的言语，不要管别人啊，讲东讲西呀、啊，讲八卦、啊，讲是非诽谤，都不需要去管他，也不需要理会，心也不要去漂泊，哈、哦，你不去理会，你的心就会安住，不会四处流浪，嘿，走过那平沙漠漠，嘿，能够很安稳的去走啊，很清淡，很淡然的。就是那光明与光明的相应哦，所以你跟佛相应，跟世尊相应哦，哎，你的心嘿能够安住哦，安然，不用理这是非。他讲说成就于一，对不对？至少你要定于一，嘿，
要怎么样坐上你我双双的宝座，你成就了、佛是跟你一起的、你成就了、莲花的佛果，世尊是跟你在一起的、坐上双双的宝座，那修行菩提的路慧净上师可以帮你走啊，也没办法，同门可以帮你走吗？也没办法，路要自己走、入顽空、顽皮的顽、虚空的空、就是说认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佛性是什么？空空如也，什么都空、这个叫做顽空，认为一切什么都没有、这个叫入顽空、活着岂不是白费白痴？明明可以听的，可以看的，可以运用的，只要不执着就好。可是呢，他拒绝这些，这也不行、所以无所求、这种入顽空的无所求，岂不是变成石头，完全没有自觉、也不对。所以行者的人生观，不是什么事都不去做，神圣的路也要靠自己走，自己去体会。好，我再念一个这个诗给大家听。日月等闲容易过，盼望勿虚掷光阴，祝你一步一步的失落。管他人非常流短的言语，不理会，心也不漂泊，走过那平沙漠漠，就是那光明与光明的相应，成就于一，坐上你我双双的宝座，路要自己走，入顽空，活着岂不是白费白痴？无所求，岂不是变成石头？行者的人生观，不是什么事都不去做，神圣的路也要靠自己走。好，这个就是光明的相应。喜欢这首诗吗？他教你如何去、放下这些、那些八卦是非，完全都不要看，你只要跟你的本尊跟你的师尊专一合一，也不要入顽空、哇，好多同门，那个有个人留言留好长哦，威廉利辉定，上师同门好，上师的读书会最开心，深入佛法，给你定哦，说自己的路唯有自己走，没有人能够帮你一对，Surely go， 接近敬爱的师尊，David Lotus 哦， Lisa John， 我是第一次叉叉在我梦中出现，哇，但是见他没有什么样子，也很平和，其实无颠倒梦想，对不对？无颠倒梦想，那 无有恐怖的、无颠倒幻想，无有恐怖，对不对？心经讲的、不要去颠倒，就不会有恐怖。You Jin、自己的路自己走，活在当下。严敬义、黄以玄、看过一个记哦，曾经看过，不救本净真如，不体悟道统，而一味的哇，被绑住了、一味的广植福田。如同在火海中勤植枯桑，徒劳无功，其实呢，就是这个两个都要做，体悟的空性也要做，福分的也要做，都要去体悟、佛性也要去明白，那善事行善也要做，那是你的资粮。就要学说自己的路自己走啊！以前说是啊，所以我经咒念不下去的话，就看师尊的书啊，很好啊。师尊的书就是你的经咒 ，Grace Go 啊，开心离配化，神圣的日子要靠自己走啊。丹木啊，哇，这个人留言很长 ，Lisa Jen 啊，今天竟然又发一个特别的梦哦、啊，梦见叉叉出现在雷藏寺，当时他自己还在摊位上买东西供佛，我们。及师尊见到当时很紧张，那你见到他出现，所有的同门也觉得紧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然后我便马上在师尊的旁边也告诉所有的同门，大家一起维护师尊，不要叉叉接近师尊、你一路在师尊的身后跟着保护着师尊、那你就是护师护教。王子熙、李善明、丹木、Kingsley Drain、还有、Cinda Low、好啊，也卷，对不对？希望大家更加精进实修，更加不能忘了要敬师。Amen，
一八 one 啊，就这些对，好，从专一开始对啊，张登云 Reverend Soul 啊，啊，还有施乐慈悲啊，为怀不舍一个众生，陈彦观啊，严敬义哈、啊，哎哎，又按掉了嘿哈，哦、啊。啊师尊的书就是经咒哈，还有所以就要学，一心只想跟师尊本尊合一，其他什么都不想、不看、不听。刘淑文走出法位来，头顶根本传上师往前走。David Lotus 问候 CK Lee、Jessica John 哦，觉得好多人都留言，今天呵呵好热闹。给你灵修，有自己的路，唯有自己走，没有人其他能够帮你走，自己的饭自己吃，自己睡觉哈，自己的睡眠自己睡，对不对 ？Surely go， 还有谁哦？哎，跟随自己的根本上师哈、哦，本尊一起走，走到神圣的彼岸，陈志深。我们今天晚上很多同门都一直上来了，谢谢大家。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跟着师尊一起走阿弥陀佛的路，我们唱阿弥陀圣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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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读书会，有同门讲哦，说欢迎大家呢报名啊、星期天啊、那个大义学会在高雄举办的绿度母法会哦，他有明天现场的摊位，想要报名五月五号的那个师尊在法纪的样式的开光功德主线哈达也可以啊。那就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虚空无变异，飞机逢乱流，对不对？虽然很恐怖，可是呢告诉你人命无常，告诉你随时随地要做紧急准备，紧急逃生准备。你这样逃生门准备好了没有？你心里的逃生门准备好了没有？然后呢在这个诗，对不对啊？光明跟光明的相应哦，原来是要你怎么样？要懂得专一，要懂得放下啊、哦，放下这些八卦是非，心才不会流浪。自己菩提道路自己走，不要入网空。哇，好多好多的智慧，让我们今天晚上收获满满，对不对？感恩师尊，给师尊救命，爱死你喽！呀比不灵不灵，好，下个礼拜，因为明天礼拜六嘛，礼拜天我们会停两天哦。那下礼拜一，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大家再见。欢迎按赞、转贴、分享。还有你们明天如果在台湾雷藏寺，记得去请这本书《虚空无变异》，赞哦。